美好的一天从拧鼻子开始。来吧，看看这头驴的蹄子啊，这是后蹄儿俩，看看啊。这是俩前蹄儿，看看啊。驴肉量长了。还带着小驴呢，刚才挡了一下。哎喂，岁的毛驴从来不修蹄子，如今带着孩子过来修蹄儿了啊！看看大长蹄子，好像鸭掌一样。这鸡巴驴，我要是再出一些的喂，喂也不咋，都是饺子驴，都是饺子。兄弟们，你说啥出来？说啥出来？这家伙，爷家这玩意儿长这么多。他这一只啊，这个驴得最少得五年，五年长啊。外头的人不就不管了。新疆的老板不让多切了一斤20多块钱呢。他不愿意多捞，捞了你看着，捞了多少钱？鱼。这磨蹄子长得快，磨蹄子有长可以长面的，磨是就光我倒的长。啊，对，磨蹄子我圆的，咋的这我使劲我倒的。啊，你说驴蹄子我长的。对。这是这是骡子少，我骡子不。有地方有。啊，有。骡驹子。有。有罗驹子，有。他一拉俩罗驹来，一身黄的，下子没了，一下子没了。嗯。他这不放这，你这个鸡毛驹驴，我罗驹子。有。来。有。罗驹子少。少。早上讲说要钱来了，敲钟啥给我抢驴皮。修好了啊，成套的毛驴集市上去卖了。下过来。这驴好瘦啊。
哎呀呵，看看走路，走。哎呦呵，啊，我还想踢了，哎呦我天儿！我一开始我要给他上上药吧，我这样上不了。你说我撂蹶子。对。阿莫西林的药面儿。哦。铁掌是吧？铁掌。正常的毛驴钉掌的话需要是3个月换一次啊，这个都1年多了，导致这个蹄子已经变形了，之前是干活的驴现在沦为肉驴了，所以给它起掉掌，这样才能育肥效果好，长得快。这一会儿就不用钉了，不钉钉吗？这他这给钉着，这是拉脚的，咱才干活呢。谁问？这手实验是这样，给我扯到了。哎，到的都不由的。他大概给他是用那个脚底的挺还行的嘛的。还是用手的吗？用他是。这个老头，那他养你九十多了。你不够了，你还得再吃。你就天天也不得行。对的。哎呀，这才有事。娘，你不看了，你家这么点岁数，怎么来停了？是吧？我看别笑话。啊。哎呀。给我给我给我先留着，留着再用。敢偷来是吧？净装净的。这都盯了几年了，看出来了。这样子就盯一年就成这样了。一年成这样。不多吃水分了。那不都说那都孩子们都不秀，那都会凉风。不整。那底下这一辈孩子们看的，底下也长在。也没事，也俩滚。也是这好跑去。慢了，慢了，慢，慢了，慢了，出来了，慢了。你说。他得把这药片银柳面挡出来啊。嗯，那不出来别整别整。晕。我不晕的不是。哎。晕。晕晕，你就是他家你头，你头的晕吧，晕，站，站你，这头的。
你看冲干净。加点，加点我给。点数啊。点数吧，嗯。给你支持来了吗？一，有，有，有，对，有，有，走。好家伙来了！